拿不到版权，我就要失去做人的资格。让你姐亲自过来给我赔礼道歉。消费酒好喝，你知道让一个人从娱乐圈消失有多简单吗？我们江湖少年行筹备了3年，如果因为谁的疏忽导致项目失败，咱们就一起滚蛋。我喜欢你并不是因为你是十全十美的，而是因为你是赖正义。谢谢你的肩膀。我秦燕飞就是顶级 IP， 如果不是他放弃你，我也不会陪在你的身边。感情和事业呢，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。现在我把车卖了，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没人逼你卖车，是你自己蠢。这是我第一次，我认认真真的想好好做一件事，不想大家都瞧不起我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你只是太单纯了，掉进了张雪莹的陷阱里。江离离的出现把我一棒打醒，原来一切都是我的幻想。